Happy birthday to 千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第一个愿望，我希望第三季我们还可以拿到总冠军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好，希望吴尊真的有机会拿 MVP。谢谢千姐。生日啊！你好，喜高啊，真心的相爱啦！我不信，除非你两个人即马你给我看。谁知拄着爱情的高手？那我等来。好，你等来哦。查甫人是啥？阿姨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朋友。阿姨，我就是撒尿衣啊！阿咪，你叫我安东。阿姨，这是什么年代啊啦？哈，不是说你看喜欢就是喜欢啦、啊，你好喜高啊，真心的相爱啦、啊。我不信，除非你两个人即马你给我看。你们要参与进攻，传啊，想用力射啊，不开球啊，不接，停啊，都停，停球，不要休息，传出来，每次都传出去，王金伦，这个球被吹了。千姐最娇小，我要谢谢千姐，因为千姐其实有偷偷给我们一点压力。他怎么给你们压力了？篮球的比赛，钱维珍带的队怎么可以输？你是谁啊？我谁？我篮球沈佳宜。荣誉领队，欢迎荣誉领队出场。要开始了哈、yes. 对，那第一站的话，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棒次。那这两天练习，我觉得大家都还蛮辛苦的，我们就尽可能去展现我们练习的东西。因为赛季很长，所以我们不用先去想输赢或者是想那个结果，那个都不是太重要，而是说看看我们在这一个礼拜的状况，好我们就继续，不好我们就在休整。欢迎加入蓝队，欢迎欢迎。没想到，真的吗？想说我要来前点队，对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刚外面访问他，我想要高压的那个。你要求我高压，你要求我高压，我们要想不清楚就完蛋。用嗓门大声了一点，用嗓门大声了一点。拜托，不要再失误了，金伦要用停的，对，我没有停，在中路，金伦要参与进攻，传啊，想用力射啊。停啊！都停！停球！不要休息！传出来，每次都传出去，王金伦，这个球被吹了。千姐最娇小，球碰到他。所以享受比赛真的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说。我输了，我也觉得我尽力；我赢了，我也觉得很骄傲。这是才是享受那个过程，但不要太纠结在那个过程的那种情绪，那种就
就不好。你们要记得，在这个我们运动养成过程当中，输也是一种内心很重要的一种成长跟学习。我们要学习在输的时候的心态是什么，那个谷底的反弹才会让你接受到在成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果实，好不好？好，OK， 要把这个养分要变成是一个一个收获，而不是就是一个输。反攻，我还有一个 stepping 踩完，然后我用左手。我想要每一种攻击都做一个，就是说一个外线，一个跳投，一个勾射，一个骑马射箭，一个踩步。所以我刚才都大概都有做到。真希望可以。那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跟我的目标不一样。有点弯啊弯。好啊。不要。看到。哇塞。我连手都没有，这就是比较就能。
推你就头，我上你就过，你看你又高。但我刚才有稍微，就是不是没有，我没有换，我刚才是我想要每一种攻击都做一种，就是说一个外线，一个跳投，一个勾射，一个骑马射箭，一个铲步，所以我刚才都大概都有做到。真希望好了，这是他的目标，他的目标跟我们不一样。我第一个球我记得是大勾嘛，对，做大勾。然后第二个球投了一个外线，第三个球投了一个跳下，第四个做了一个骑马射箭，第五个反的，好，第五个没有，最后一个是再来下盘，对，反的反攻。哦，还有一个 stepping 踩完，然后我用左手。